各位钻石爱露营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营区简介的时候了。好，那我现在人呢正在苗栗的泰安。那现在是暑假，8月7号的时候，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好的，那这个露营区呢叫做逢云露营区。逢云，逢就是相逢的逢，云就是云啊，你看云在上面一直飘哈，真的很漂亮。那这个露营区是刚开半年的露营区，所以我们看到呢，它呢在这个一路上呢的一些施作看起来都还是蛮新的。那它这个营区目前有三层哈，应该是3到4层哈。那这一区是 A、B、C、D 区哈。那营区总共规划了，本来是可以容纳30帐，那后来它就一直缩。那现在是透过这个爱露营的这个订房软体，好去订房的，去订营地的。那这个营地呢，目前大概营主把它缩编，就是说让营地位置再大一点，所以可以大概有26帐左右。那营区非常的新，那草皮也非常的优哈，所以昨天我都是打赤脚在草地上走的。我会看到这个营区也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社团有人 po， 我喜欢有 view 的这个露营区，然后呢我就特别过来了。昨天晚上呢还蛮凉爽的，气温在20度到22度左右。下午的话呢也是风很凉爽哈。那营地是很新，所以说水电都没有问题哈，都是有水槽，电都没有问题。那营位也画得很大，很豪迈哈。然后它几个特色就是说，第一个营区很新，所以说那个卫浴也非常的新，超干净的。我昨天都拖鞋进去哈，当然我是非假日来。那这营区第二个特色就是说，它是有 view 的露营区，好，有 view 的露营区。我们现在在最上层，那每一层都有 view 啊，我觉得蛮好的哈。那再来就是说，草地顾得非常优哈，然后呢就是营主的家就在这里，所以有什么问题？营主一家人都住这里，所以随时都可以提供协助，好，提供协助。然后呢，那这个营区呢，目前海拔好像是1000多哈，我再确认一下，这上面好像是1200吧哈。那夏天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它的这个营区是目前树都还没有长大，所以说没有什么遮荫哈，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要这个自己搭天幕，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搭天幕可是有风，还蛮凉爽的哈。然后再来就是 view 很不错，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厕所哈，好，真的每一区的 view 都蛮不错的哦哈，我很喜欢这种好可以看远山的。好，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厕所洗手间哈，我必须说哈，哇，超干净的哈，对。那当然它也用一些五颜六色去搭配哈。好，这是坐式马桶，好，那这就是坐式马桶跟盥洗，好，那有不同的形式，像我昨天使用的就是卫浴，就是厕所跟马桶是一起的哈，好，厕所跟马桶是一起的，好，那还有这个吹风机，卫生纸哈，通通都已经包含在内了哈，好，那营区呢总共分三层。然后这是上层 A、B、C、D， 那下面营主旁边还有这边还有一层，好，这是中层，好，那我们昨天是搭在下层，好，下层，好，下层面积也很大。当然它在下面还有一层，只是因为营主还没有整理好，那将来可能会再整理好，好，那其实呢，这上面呢也有一层还在整理，哇，这里非常长，你看哈，一直到最后面。那首先就是说，除了这个比较没有遮荫之外哈，但是凉爽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附近呢，开车20分钟左右就是雪见哈，雪见露营区。那之前如果有看我的影片，就知道说我也有去雪见。那这边呢，就是离雪见也很近。然后呢，这边其实哈，走上去可以绕一圈哈，下来呢，他说有一个叫做司马线三角点哈，那就是说爱爬山、爱健行的朋友呢可以参考。那同样的呢，
这附近的雪见营还有司马县林道都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一个环境哈。好，所以说你可以来这边搭配这附近的这个步道来这个进行。那这附近的营区也蛮多的，好。然后我个人在苗栗露营的经验虽然不多，但是这个营区就是我蛮喜欢也会再来的营区。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那整个感觉是很舒服。那昨天呢，就是因为都有云，所以说云一过来就好哦，超级凉爽。像现在是中午12点了哈，但是我也感觉是非常的舒服。那我想说，既然来了，就顺便把这个新的营区拍摄给大家。那在这边我也特别回答一两个问题哈。那有机会我会在不同的地方露营，会碰到一些露友，那些露友也是都有看了我的影片，虽然我不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YouTuber， 但是还是会有人看到也认出我来，我很谢谢他们的这个指教。但是呢，有人就问我说，哎，是不是我有跟一些厂商有做一些合作其实都没有哈。像我昨天来这边露营，我去每一个露营区露营都是自己付费的哈。那包含说我自己购买的一些设备、一些开箱那都是爱贝啦哈，改的爱贝哈就会去这个去购买哈。所以说这里就是跟大家特别说明说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什么太多的赞助什么之类的哈。那包括这个露营区，就是因为我自己来，我觉得不错，我就顺便拍。那我也必须说明哈，露营区这个东西是见仁见智的。有人特别喜欢干净的卫浴，有人喜欢草皮非草皮不露哈。那没有草皮就是不好的露营区。那有的人就是偏爱有 view 哈。所以每个人是见仁见智。那我个人，有人是觉得营主的服务要很到位，有人就是觉得排水积水要做得很好，有的就是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追求哈。那我对营区的要求其实慢慢的没有那么大了，因为我自己露营快要200路了，那我都随遇而安了哈，就喜欢就不错。那这个露营区呢的营本部是有提供冰箱的哈，还有一个开饮机，那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带冰箱了，好，然后也有吹风机。那同样的呢，它有准备了几个这个叫做碰碰床哈，就是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活动筋骨，或是在草地上飞奔。但是有个重点就是说，在进行任何设施的时候，它都有标示，一定要大人在旁边因为说小朋友在里面跳，或许会有一些擦撞，也说不定真的很漂亮哈。那现在我已经收完营了，准备要去下一个景点，但是其实还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真的是蛮舒服的。那在这边呢，就是明天是父亲节，所以在这边也祝所有的路友父亲节快乐，也谢谢大家对于我的频道的这个支持。那好像终于快要破5000人了那很感谢我只是觉得说把自己觉得不错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有些营区不见得是你觉得不错，而我觉得不错可能你觉得不错。那我拍的营区有些时候为什么尽可能就是不要太多剪接，就是说真实的呈现，是因为有时候图片看真的是不太准影片看可能稍微准一点。当然我也必须说，有些图影片拍起来因为拍摄的角度还有剪接问题，可能把这个营区的美稍微做了一些限制所以我也必须大家明白说，我拍这样子拍就是需要说，你觉得这是你的需要，那你就可以来不见得是很美的营区我才拍也不见得是我喜欢的营区，而是我觉得我来过了，可能觉得大家或许需要这个资讯，那我就会让大家把它影片把它拍起来给大家参考。那我想说再次谢谢大家咯，祝福大家，也谢谢大家肯定多多订阅还有分享咯。 OK， 拜拜。